有口难言，有口难辩，被人欺负到损头烂面，唔通有人可以隻手遮天，有人嘅魔掌就喺身边。八一我有参与屌喇嘛顶硬上游行活动，最终结局亦都系徒劳无功，或者真系有人喺度散播谣言煽动。问题系嘢就做咗，就未见有效用。可怜嘅系我，俾人问话连续问咗八个钟，乜嘢啱乜嘢都唔到我哋话事。所有嘅文化恐怕同化成为历史，经济发展嘅天敌足以践踏一切，以免我哋用暴力声音去诉说呢段故事。有好清晨的空气，但我哋无敌口，我哋大声讲，带领我哋合法把口，出声有我哋故事，大声唔要你嘅统治。路面破败嘅外墙，换上狰狞嘅身装，一齐欺骗自己，这个城市更加漂亮。用浮华掩盖真相，去换取外人目光。四周围都充斥住自欺欺人嘅景象，因宁大道已失去，废墟中感叹落泪，深埋于广州嘅根，几乎被人连根拔去。我无力阻挡恐惧，要大声咁嗌反对。凭乜嘢判定你拆机系城市发展嘅负累？月光光照地堂，连三万集奔落奔来香泽，紫姜辣卖萝卜。呢啲广州嘅童谣，又有人夜夜笙歌，又记得几多几多。今晚夜人为咗钱而抛低老婆仔女，又有人为咗钱将文化视为垃圾伪命题。究竟系乜嘢问题？究竟系乜嘢智慧？我系捻晒鬼先将你把声 cut 低。喂喂喂，先生你讲紧乜乜乜？呢个世界唔会因为物质而龙皮滑沙。如果越细声，越讲越会惊，惊就开声，你先会记住你把声。有清晨的空气，但我哋无地口。我哋大声讲，但系我哋合法把口，出声有我哋故事。大声唔要你嘅统治，判定各愤怒，快破裂，快乐倾吐。统治、政治、历史、故事、说唱、书法、白纸、黑字，岭南文化只系我哋嘅事。点解得咁少人出嚟反对文化统治？传承文化是需要一代一代，潜移默化已经在身边展开。人民公园就海阔天空一直都有，我咩都不识，但是我仲整翻把口。他说他们要履行边个的职责，我表明立场，立即当场被羁押，将我们城市于法例上翻下。我都想知道究竟哪一个哄我们落答。长年累月积压的压抑集体爆发，我只是将我所想表达。他说我反贼，广州我屋企边个代表跟我地发声，我地又系咪真系有得选择？早前已经有国家安全部的人员约见发起人。原来我们想表达我们心中的诉求都好像要做贼咁嘅，所以我绝对希望他可以俾我哋合法咁表达我哋嘅声音。